那讲这一哦，这一样一定要买。幸好哦，问到很招牌啦，我们家招牌的超级好吃的。哦，就我们家招牌，为什么叫招牌？卖上好，而且上好吃，就是招牌啦，寻龙愉快啊！这个你来嘞，寻龙愉快，规地拢是马家饺子，没有细事，皮都是饺子哦。啊，它只有中间这个竹块一块跑牙，六起啊，整块都是肉。麦当鸡片拉住，牛膝清汤，绿色岛五汤，啊，清蒸红烧这四样是最好吃的，其他就不用了。啊，听好了，姜丝汤、味噌汤、清蒸红烧这四行上好吃，来去吃。安尼分较紧啊，少少的，麦讲开一千，开九百。开八百、七百、六百、五百、四百拢准备，都添落三百了，都请落三百块了，真侪够红利，真侪够送落，寻龙愉快，三百。来，我讲到这，再上一碗，超级好吃的，来三百块了，来三百。哎，真的好吃啊，没开玩笑的，真的第一次来的买一次试看看，真的你相信我，没喝假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块，来寻龙一块三百块，最后一箱的最后一箱啊！来进来哦，来要买一块哦，来寻龙一块来，来三百对了，来加你就加，来三百对了，来三百块了，没进来，三百对了，煮姜丝，哎，你炒豆瓣嘛，你上来炒豆瓣嘛，好吃，三百块，三百块。来，三百六了，三百六不要，僵尸金刚猪我锅炖好烧，三百块，三百块就够，三百块能够，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来收下，来刷来往下追，一手尔，来，这是啥？写一个鸭啦，要鸭啦，来。错，上东鸭肉丸，你哪一摘啊？你点不要来啊？来，我跟你说了，鸭肉丸，哦，你动作，阿北，这是冻丸哦，这鸭肉丸呐、啊，哦，哪里来的？我跟你讲，很厉害，知名连锁姜母鸭中央工厂拿到的货，大霸丸，他们的姜母鸭店一份十颗七十块，一份十颗七十块，你去他姜母鸭店就知道，知名连锁姜母鸭店，来这，这就包几斤啦？一包一斤装的鸭肉丸，每根地老不要拉住，我跟你讲，每一颗把它切成一半，用炒的，擦底才擦辣椒，都可以再擦。猪汤、牛肉炉、牛肉啊，全部会使用，都可以使啦，可以讲嘛好用啊。一包一斤真的，卖讲给你开两百，开你百五，一箱尔，百四、百三、百二、百一拢准备，来做牛排，一包来一百块，鸭肉丸超好吃的，一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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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找钱放着下。
留，张大留。等一下，小杰，来，张大留。来，好了。张大留，张大留。快去啊，快去啊，快去。哎，来，给来，来，手脚太慢就没票了，限量啊，开吧。来，我先走，先拿五十的，别想买两份，别想，因为我没卖啦，那屌死的，这没十块，我今天雕十块嘞，找他四十，来拿五十块的是谁？我先找他四十，来，找四十，我去，找四十，哎呦，还有谁没找到钱的？找三十，两个人。哦，来，帮我换五十块钱。还有谁拿五十块？立马啊、哦，来。这边才过去了几年啦，在是恁行到遐辛苦做油菜的廖福林，来怎么说啦？恁行嘛是行。三十啊！我伸手来。哦，来，还有谁没买到的？最后问十块钱就好了。来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十七份马上包一包，马上拿上来。来这啦，我知影你讲咱单这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是头拄啊，甲我买白箱的人才提。你若无买白箱，你卖提；你若提到手，你手会烂去哦。哦，你卖无买，你卖提。而且这不是散的，你卖动作散的。你若动作散的，提到手，手嘛赶快会烂个破。来，上买白箱的。来，买上几份？上买白箱。来三哦，有买的再拿啦。来上杯北七威，来这边的来，来这里哦，来小心站好哦。来前面。哎、欸，你妹妹掉了，都给你了，快掉了。二十六位，还有谁啊？三百。二十六位，三百。漏鱼啊！
台好诶，正诶，三百一个，两个，收起来。